如来悲悯随喜呀，痛淡多烦，种种因缘，譬如供养缘教，佛陀啊，以心怀悲悯，不忍众生啊，在娑婆世界啊，啊，人人呢都是沉溺在迄个欲念中，做真多的业力啊，众生共业就形成了天下灾难偏多，佛陀悲悯啊，不甘众生呢，安尼这么些迷茫啊，所以来人间啊，就是为着要开示众生，众生啊，共穷难调难获啊，那就是因为呢，一念的无明，所以要弃除无明啊，无遐简单咯、哦。所以佛陀用慈悲心，种种的方法啊，来牵引教导啊，真正用种种的因缘，种种的譬如无不多是为着要互你知影，这是苦啊！那知影讲苦的原因对倒来啊？佛陀都真用心，和大家人知，从一念间啊所产生出来无量无数的烦恼啊！什么款的烦恼？哎呀，做什么款的因，那就结什么款的果。真的，佛陀真细心用心啊，真耐心呢，不断啊，来人间就是为着灭度众生，所以供养缘教，用真多方法来讲话，用众生的根基呀，所以还是用无数的方便，真多真多方便法啦，只是干那一项，为着要引导众生，要安怎来接引啊？甲人人呢，迄、那个见解方向，该集中啊，互伊知影前面这条路，才是正确的。所以这叫做引导吼，甲咱接引，甲咱带哦，希望咱众生啊，会当离。祝祝令你祝祝，因为众生就是心有所着，那啊着在什么呢？着在呢？凡夫啊，就是贪利，这个执着，执着在伊的内心吼，执着在伊的生活，执着在伊的迄个生活环境中。啊，对啊，人啊，我爱啊，我爱的人，所以我甘愿为这个人啊付出，哪怕是作案犯案，
因就是为一个人甘愿去做。这众生啊，男女色欲啊，好真可怕。过去啊，自古以来，唔知有偌尼正侪啊，一家庭，或者是呢偌尼正侪王侯等等啊，就是干那为着色欲，安尼呢，家破啦，妻离子散啦，哦，这个嘛是正侪啊，这是执着。执着的男女色欲，过来呢，就是执着的名利地位等等啊，这呢，嘛就是凡夫的执着吼。啊，凡夫那无有执着啦，转一个心念嘛，一旦修行。敢若转一个执着的心念，它就是修行的心。所讲的修行，不一定拢来出家啊，是心内心的修养。修，就是修心养性。人会当弃除执着。回到回来照顾好这念心，把我们的心啊修在我们人伦道德的本位，那养好我们的心，人呢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种修心养性啊，本来人本具都有啊，那搁再会当哦，行就是行为端正，那会当端正行为啦，那做人该做的代志，对的代志做都是对啦，做对的代志叫做智慧，所以这些一般人啊，拢会当修行。只爱呢，弃敌执着啊！这个执着呢，实在是使咱人啊身败名裂啊，啊破碎家庭啊，扰乱社会啊。同时呢，制造了人啊，这结合起来，迄、那个工业真强啊，污染。天破坏地，吼，这拢总是众生，敢那小小的一念，安尼呢，大家人结集起来呢，就会变成了呢，真大的业力啊！这都是佛陀不忍心啊，来人间呢，希望要开示，予人会当了解呀、啊。好好啊，修行，修心养性，端正行为。修心的意思就是发入心呐，端正行为呢，那就是那行在法中呐。所以啊，这是咱日常啊生活中，人。根基，确实呢，众生都是也无法度啊。佛陀呢，就是公言言教啊，莫非呢，是要引导众生令离自得？所以这个得啊，是执着，凡夫执着，名闻利用自生自苦吼，那无益。求安心淡定欲乐，那就是名闻利养吼，好一定的贪着，贪着咱的生活的物资啊，
所以自生自寂，唔是讲吼有够啊，永远都无够啊。爱用的物件，爱要享受的，永远永远都无够啊。因为呢，社会工业啊，那工商业一直发达啦，所以呢，不断呐，伫咧推销啊，那。这太古换新啊，这都是反复的心理啊。哦，新的物件搁出来了，所以呢，都是一直呢，都伫咧太古换新，淘汰了迄个旧的，甲还是呢，咧对流行啊，这呢，自生自苦吼，实在是。人人啊，一念心就是控制不了。啊，现在人的生活，资源回收，永远拢收不完啊，还是安怎呢？大家人物件都是太旧，不断地咧换新的啊。好好的物件，无要甲用甲旧，无要甲用甲这个害去。啊，就是呢，也身心都要甲换掉去啦。真呢，嘛是咱生活中啊，一种一个欲吼贪着，所以爱好好修行，所以伊要修行啦。啊，听闻佛法啦，或者是呢，好好来了解佛法，那么。在阿弥呢，怎样讲？这五道生死啊，轮回辛苦。伊怎样五道生死轮回辛苦，所以爱好好修行啊，会当到达迄个涅槃，就是灭道啦。因为讲吼，灭道呢，就是再也无过来人间。受人间的苦，佛陀来甲咱开示五道轮回，吼，就是天人地狱五鬼畜生，中间佫加一个阿修罗。阿修罗道呢，就是伫这个五道的内底，也难得佫家独立起来，那就是变成六。道啊，五道或者是六道呢？这之下要互咱知影，咱这个心啊，咱的原来的性，咱到底呢要安怎归纳互伊清净？卖伫这个五道或者是六道的内底啊，伫咧轮回，那么回归咱。依佛当顶啊，清净的佛性。看看佛陀，在伊的本性经内底啊，伊呢，有当时阵是到畜生道去呢，伊去畜生道，嘛就是要度畜生道的众生啊。有时阵呢，嘛到地狱道去呀。一到地狱道啊，嘛是为着要去度苦难的众生啊。不但讲吼，伫畜生道、地狱道，也是到五鬼道去啊。其实呢，不管是天道、人道啦，地狱、五鬼、畜生道，即五道啦，就是啊。同款，就是伫咱的本性的内底哩，咱的性凡夫的性一点无明，都会做了这个五道，或者是六道的因，那现在就是啦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爱知影讲哦，涅槃呐，就回归咱。清净的本性，咱的心啊，
无受到这个境界啊，人我是非啊，安尼呢，定定来动摇咱的心。有缘佛陀来人间，咱接受了佛法，佛法延续一直到现在呢，2000多年后，咱阁有缘，阁会当听闻佛法。听到佛法了后啦，咱心起欢喜，接受佛法啦，开始呢发心入愿啦，咱要依教奉行，咱必定呢依照佛陀所说的教法，也那是自性呢，就是声闻或者是独觉啦，这种的自性啦。虽然伊知影，人间无常是苦啊，是种种诶，所以呢，使咱做真多业，所以我要好好啊来修行，修行了后呢，我就是无爱过来做人啊，我就是要永远灭道啦。自性的修行者，干那顾家己尔定。干那知影惊家己呢？哦，辛苦啊！甲这家庭的人啊，结着迄个过去无好的缘哦，甲社会的人群呢，啊，过去呢都是无好因、无好缘，啊，所以呢，逐天啊，面对着人、事、物，都是遮烦恼啊，所以。我要修行，安尼呢，就是独善其身。别人安怎样，我拢无爱管啦。我干那顾我家己就好。我一世人修好好呢，我都袂过来做人啊。爱怎样？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呐，欺凌灭道啊。咱爱怎样？消善根。啊，都无福德啊！你无福德呢，哪有因缘啊，何你去灭道呢？所以咱爱知影灭道涅槃，那就是讲，咱的心无有生灭吼。那因为咱的心啊，心里有四行啊，就是生、住、意、灭啊。咱的心。就是啊，安尼好的代志，生出了一念好心，在咱的心里啦，我应该爱做好事吼。这个心呢，本来发大心立大愿啦，但是呢，有了一个环境，安尼小小甲咱游行，安尼呢，咱一念心。好心好愿呐，啊，都变形啦！变形了后呢，安怎灭？就是安尼会灭啦。所以讲起来，修行必定爱大善根、大福德啊！咱呢要修的行啊，就是菩萨道。所以菩萨比地相闻呐、啊，万千顶观，万千顶观就是万千平顶吼，广集众因呐，证菩提果。菩萨道都是阿弥那吼，气象生活啦，那有阿弥坚定的心，但是有个人讲，啊，这嘛是执着，其实呢，宁可坚定你的信心，向正确的道路行，但是呢，咱爱搁再进一步，就是付出无所求，敢那有一个心量。感恩呐、啊，真呢叫做菩萨无执着吼。
啊，付出无所求，那无求回报啦，所以还是一项感恩。哪会当人人拢是安尼呐？这就是行菩萨道吼。啊，那菩萨呢去做真多啊，利己利人呐、啊。但是呢，那也阁有一个执着讲吼，啊，我要到佛的境界来入灭，其实呢，佛陀啊，来来回回娑婆世界。称为娑婆世界教主哦，两千多年前只是一个现象，不上升道啊，来人间啊，那这个过程总共呢有不上啊，最后呢熄灭，这伫不上的内底里吼，那只不过是要来人间现象示范呐，甲大家人。教育其实佛陀呢，是来来回回啊，都是伫娑婆世界。也那无，那达刚嘛是伫咧念嘛。那这个人天道殊啊，殊胜诸佛啊，娑婆世界教主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啊。所以来来回回啊，都伫人间哦。但是呢，伊个心嘛，就是永远呢，顾好的，迄个利人、利益他人哦，那来供养人教吼，好好呢，要甲大家人啊，讲人生啊，应该呢，安怎样觉醒？人生你看，愈来呢，灾难频传啊，天下呢，这个。天地之间，天已经呢受了污染，大地受了伤害啦。哦，科学家一滴一滴呢，那发现到的呢，污滴哇，星空中间呢，地球啦，这个暗鬼吼，已经呢频频告急了吼。所以咱大家人这个时阵是觉醒的时阵。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